上海开埠百年，五光十色的世界文化汇聚于此。它迎来送往，海纳百川。在这里，你总能找到心之所属。华灯初上，爵士乐随性而行，藏在巷子里的乐音让心灵找到归处。这里的繁华和潮流连通世界，但市井味和烟火气也从未走远。昼夜交替，弄堂里的粥面馆抚慰着夜晚的辘辘饥肠。小巷与弄堂，舞台与餐桌，是夜行的人们流连和停泊的港湾。位于巨鹿路158号的爵士上海音乐俱乐部里，这支叫做“红节奏”的爵士 funk 乐队正在尽情表演。欢乐、松弛、随心而发，这是爵士乐独特的魅力所在。20年来，这样的演出在这家爵士音乐俱乐部已经上演了10000多场。世界各地的爵士乐大师在这里登台，本土爵士乐队在这里诞生和成长。哦，我知道了，这不对，这是这个上面有一个射灯，这个射灯为什么会打过来呢？任宇清，爵士上海音乐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知名爵士贝斯手。此刻，他正为了今晚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布置场地。这场演出将创意性的融合爵士乐与说唱共同演绎。任宇清和其他演奏者们希望拉近听众的距离，将舞台打造成一个音乐客厅。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计划吧，因为它是把爵士和 hip hop 这种两种音乐融在一起，因为我们把观众放到了比我们高的地方，在我们背后，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放松，啊，它是一个叙述。舞台本来是没有的，生活就是舞台。任宇清的爵士乐俱乐部位于上海巨鹿路158号。早在1923年，爵士乐通过无线电波来到了上海这座城市。人们第一次惊奇地感受到爵士乐丰富的节奏、悠扬的曲调，与之前听到的中国传统音乐截然不同。那个时候，通过电波在上海就开始有了，而且那时候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首流行音乐，就是当时的用西方的爵士乐的配曲加上中国的戏剧。原因，我们做过一个活动，我们在一个小花园里边，我们在里边演出，演着，突然楼上老太太来了一个老太太，非常大岁数了，一看起来那起码得是80岁的，进来咔咔就问，我们想完了吵着了，结果没想到老奶奶下来跟我说，哎，我可以唱一个，这个英文简直太好了，然后他那个整个那种哇。就是那种，你知道，看着他的泪水都快出来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今天，上海从不缺乏欣赏爵士乐的听众。白天，行人们脚步匆匆，在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中紧张忙碌；到了夜晚，这座城市则华丽转身，洗去一身的疲惫。上海的夜晚，大提琴和小提琴交织的乐声，可能会从音乐厅中传出，也可能会从街边的一间毛坯房里悠扬而至。观众简短驻足，与一场浪漫的音乐会不期而遇。这就是上海，包容多元。任宇清的爵士乐俱乐部在上海开了20年，
正因上海的城市气质与爵士乐互相绝妙适配，在这里他希望人们可以找到心灵的归属。我觉得家其实就是它不是一个豪华的地方，它让你放松 relax， 它是一个港湾嘛。痛啊，有一点，可以再闷一点。那很好吧？对，要这种，对，不需要那种很，对。今晚的演出，几位演出者将一边进行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一边向观众分享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这是爵士音乐俱乐部从未有过的音乐表演形式，所以早在一周前，今晚的演出门票就已售罄。为了让观众满意而归，他们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场排练。所有的音乐家其实都是，平常都是非常忙碌的，然后也很难把大家凑在一起。天南地北，纽约来的，从北京来的，我把一块凑在一起。鼓手安宇前一天刚结束了在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他所在的乐团爵士乐与电子乐组合，在2023年中美青年音乐节首演中压轴表演。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音乐家都曾在那里表演。对于安宇，现阶段的成长离不开爵士上海音乐俱乐部的这个舞台。第一次来 JZ Club 应该是2009年或者2010年，然后我来上海参加打鼓的比赛，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氛围太好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然后呈现一场特别精彩又当下的演出。喜欢爵士乐选择来上海，也是因为 JZ Club 选择来上海。我刚进大学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我要去 JZ Club 演出。任宇清的爵士乐俱乐部就像一个纽带，连接着爵士乐听众和音乐人。凭借出色的演奏水平，安宇顺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大学时期，安宇实现了在爵士乐俱乐部演出的愿望，也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大家好，我是鼓手安宇。大家好，我是吉他手肖俊。哎，我觉得他们三个都很帅、啊。他是非常有灵性啊，聪慧、刻苦。以前的时候，当我开始搞爵士乐的时候，当时我跟当时队长刘源，那时候中国的爵士乐手，我想，这一双手就足够了。1996年。任宇清20出头，那正是中国摇滚风头无两的时代，他也曾组建自己的摇滚乐队。后来他从萨克斯演奏家刘源那里接触到爵士乐，从摇滚舞台上出走，前往新加坡系统学习爵士乐。2000年，任宇清回国，决定定居上海。在做第一个俱乐部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又当服务员，我还要在台上演出。说我就记得有一天，我早上就大家全都走了，大概早上8点了，我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在店中间，全都空了嘛，就我一人。然后这时候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就是所有人高兴的一张脸，对，所以也是因为出于这一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想，那就我们可以把幸福扩大一点，然后我们就再做爵士音乐节吧。
再回头看看自己以前，确实我们小时候想去学这东西没人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培训，在这个学校都是这么来的。就开店做音乐都是为了让别人开心，因为音乐嘛，其实到了是乐音，也是快乐的声音。日月爱好者的一个根据地，因为他真的很舍得请人，而且做演出这块也比较用心。他的音乐会，反正我有印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月是不重样的。从上海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后，赵普在杭州的一所高校任教，教书之余，他还是一名专业乐评人。此次来到上海是到母校学习培训。回上海的第一件事，赵普选择来爵士上海音乐俱乐部看演出。他为什么能够营造出来大家能够很放松的沉浸在一个爵士乐的氛围当中？那些装修的风格，那些布光都是很有讲究。去洗手间的那条路，你会看到那条路上排满了爵士乐大师的演出海报。吧台的侧面那个小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书法作品，写了四个字叫做耳止为耻。如果你停止了聆听，那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他能在一个空间当中把中国的书法作品跟这个西方的古典的那些东西能够给融合在一起，那这就是爵士乐能够在上海扎下根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爵士乐是融合多元文化的即兴艺术，如赵普所说，上海的城市气质与爵士乐有异曲同工之妙，多元、包容、随性。夜幕降临，任宇清的爵士乐俱乐部成为爱乐人停泊的港湾。因为爵士当中我们 freestyle 是经常看到的，但是爵士当中带 rapper 的这种 freestyle 还是比较少见的。把舞台搬到了就是下面的观众区，我觉得整个氛围蛮好的，然后大家也是坐在台上看。姐姐我理解你。因为我觉得我想我们做的俱乐部嘛，那是爱乐人的家嘛，其实做一个店最重要的就是舒服。在任宇清的爵士乐俱乐部，歌者轻声吟唱，乐手即兴配合，在朦胧的灯光下，爵士乐浪漫悠扬。对于观众，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但对于上海这座城市，又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夜晚。去西洋古董店来一场童话王国之旅，在田子坊感受一场沉浸式魔术，去苏州河对岸买花，遇见法式浪漫，在我家餐厅品尝家的味道，一城烟火，一缕温情。敬请关注八集系列片《上海街角》。
后，隐藏在弄堂里的美味，牵动着夜归人的味蕾。你们看他写的什么？拼桌，全是拼桌的。基本上你想自己独享一桌，没戏。黄雨雪菜面，就是他最经典的。顶特乐是上海话里顶好的意思。相较于其他餐厅，这里更得晚归的人们青睐。饥肠辘辘时遇到碳水，会让晚归的食客一扫白日疲惫。顶特乐粥面馆现在已经开了第15年了。因为我除了面馆之外，我一直从事 IT 行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尤其在夜间会经常加班得很晚。我是特别了解这些人到晚上没有东西吃，然后又找不到东西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做了这24小时的这么一个营业时间。一碗招牌黄鱼面俘获了上海食客的胃，然而这家面馆的老板冯震却是一个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的北方人。面馆开在上海，冯震懂得入乡随俗，投其所好。对，江浙一带人对黄鱼是比较情有独钟的一个饮食，因为黄鱼，你看江浙人把金条都叫做大黄鱼小。时候整个的技术的发展，它没有很好的那个数字的统计，然后我们财务啊，有的时候自己啊会把所有的这个数据输入到我的电脑里，我自己有一个小的程序，属于半人工半数字化，对这个数据，对哪个时间段来的客人，然后他们的喜好和偏好，其实我们一直是有一个数字化的分析的。面积50平方米左右的面馆，10张桌子仅能容纳38位客人。用餐高峰时，客人往往需要拼桌。面积有限，是因为面馆坐落于上海寸土寸金的淮海路，它隐匿在康绥公寓，这是一座建于1932年的建筑。众多中国近代名流在这里留下过工作或生活的痕迹。面馆在此落脚15年，冯震对这里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我非常喜欢上海的历史和文化，还包括它那个建筑，因为我们所在这个街区啊，就这里有非常厚重的人文历史，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啊，几乎所有有名的历史人物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生活过。就您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就是如果你把电线和车都省去的话，是跟100年前一模一样。然后像这边的楼，它是一栋3层，其实是一家的，这就是正门上去1楼、2楼、3楼，3楼一般是主人房，就是这个带阳台的，他们有的时候下午会在这里喝点红茶、喝点红酒、喝杯咖啡。所以上海这个弄堂，它会弯弯曲曲的，会很小，但是里面很大，你进来一看，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这个空间。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它这个石库门上面还有很多的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雕塑啊。因为你看那个以前那样琉璃的玻璃，正好现在那个阳光打在上面，是非常好看的。这扇窗应该有蛮久的历史了。你看这扇窗。20年定居生活，上海已然成为冯震的第二故乡。他热爱上海的城市气质，也深知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有很多跟他一样，
是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奔赴上海的追梦人。冯震希望用这些细微的温暖，在这个偌大的城市中给人们留下一个永远开门迎客的小店，一盏24小时不会熄灭的灯火。15年弹指一挥间，开一间温暖人心的特色小面馆是冯震的初心。随着时光的推移，鼎特乐粥面馆开始被更多人所熟知光顾。我觉得上海好像就这种店特别好吃。对，我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你好像还比较喜欢吃这些东西。今天呢，我带工作人员去吃一个简直就上海吃醉的一家，现在这就是他们家的店，记住啊，叫鼎。那我们都是一些口碑慢慢的这些来了很多明星啊，来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影响的人，然后会有很多人过来打卡呀，或来做。最基础的是你产品嘛，这是一个我必须要做到的。哎，好久不见了。哎，小白，来，请进来。大吉和小白是冯震的老朋友，他们在上海生活已久，今天冯震邀请他们前来品尝黄鱼春卷，为新菜品把关。来了，这是我们新研发的那个春卷，你们给我尝一尝，提提意见啊。我也再试一看，这里面摆的是黄鱼肉啊，黄鱼肉啊，就黄鱼春卷，得要让大家看到黄鱼啊，因为以前有一款就是黄鱼里面把肉打碎了，然后看都是菜，人家黄鱼在哪里，现在我就说一块一块真的黄鱼，能看到加上了肉啊，然后那个就是里面东西还蛮丰富的，然后那个层次感是吃得出来的。满意就好，我们就按这个思路再往下走。特别好，真的好好吃。对啊，就是主要也是好久没见你们了啊，找个理由过来，大家再见见面，聊聊天。大吉和冯震因面馆结缘，两人相识在12年前。大吉是一名影视工作者，夜间工作是家常便饭。24小时营业的粥面馆是他夜间最爱光顾的地方。一来二去，大吉和冯震成了能够互诉心事的好朋友。我有吃宵夜的习惯，所以晚上才会来。经常会来这个鼎特乐那边吃东西。那时候不认识冯老板，一进门说：“哎，怎么收银员变成了个男的了？那男的气宇轩昂，那个状态，然后应该像是老板的样子。”然后就默默的先点完单。冯老板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人，这样一聊，然后聊开了。就可能是会有点什么问题啊，有点小情绪的时候，就跟他聊天。男人之间友谊其实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夜幕降临，面馆里的阿姨还在忙碌着。一盏夜晚亮起的灯，一扇不会关闭的门。经营面馆15年，冯震希望食客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我们店都是老阿姨，我们这个店真的是，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我也希望，这种老阿姨可能更给客人一个家的感觉。有的时候跟客人说话也有点像长辈跟小孩说话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很多客人跟他们都很熟，年轻人比较多嘛，给一些晚上没回家的孩子做一碗热面，你不要要求太高，说像5星级的那么好吃，反正我保证你热乎乎的健健康康的，然后吃完了可以安安心的回家睡一觉，其实可能更有家的感觉吧。繁荣开放包容并蓄，多元的文化格局造就了现代上海的独特风格。夜晚，这里不仅有大都市的华灯璀璨，也有点点灯火，可能点亮在充满美妙乐音的一方舞台，也可能点亮在氤氲着热气的弄堂面馆。乐音养心，美食养身，这方寸天地，也是晚归的人安心停泊的港湾。